当我带日本女友体验中国式蹦迪，我想去跳舞，还知道爱的感觉。哪能还行？还有一段日子。哎，那我带你去中国的蹦迪吗？嗯，不要穿衣服。你穿这个干嘛？미세녀입니다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奇怪。我换一套，换一套。穿这个，你要是你是要去那上班吗？啊？我去买妈妈，回家换完衣服后。你是想说热血吧？这首歌是盖哥给康姆四周年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，至高使命，超燃。康姆还推出了新的俱乐部玩法，里面有很多接近小游戏可以玩。现在进游戏参与活动还能获得死尸武器，送到二十封福利。那也要送到不当然，我们先上。我们去跳舞。跳舞？嗯。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、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、心は進化するよ、もっともっと。你为什么要在这里跳舞呢？じゃあ後でポーポーがここに踊りに来るから、一緒に中国のダンス踊りたい。跳什么？DJ! DJ! DJ!